今天要来用碰洗来做花，需要的东西就是碰洗还有烟线啊，甲刀。现在我们来做它的花色，我们就是选自己爱的碰洗的色啊，我今天选的是粉红色。现在就是把碰洗靠在你的镜头上面，再来就是用一条线把你的碰洗这样绑起来，打一个四角，绑好了后就用胶带把这碰洗夹长，这样就亲像你的花色啊，你可以修正一下，让它的花色都同长，然后就用这种青色的烟线把它绑起来，就变成一朵花啊。你可以做几个朵花，这样把它把做花，这样碰洗做的花就完成了，看起来淡薄仔像小金鹰哦。